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长留圣仙白子画的徒弟了。花千骨现在是我白子画唯一的徒弟。我觉得我们四年多的努力和付出没有得到回报。此剑名曰断念，绝情断念。师父，我求求恩明，不要。同时，我也一直在关注电影票房，知道很不理想，也让我很意外。此时此刻呢，我觉得自己很愧疚，觉得对不起我们的制片人唐老师，我觉得我们四年多的努力和付出没有得到回报。在这里，我要跟大家说一句，对不起。我们的电影作为2020年第一批复工拍摄的电影，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困难，最终能够在电影院跟大家见面，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了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衷心的希望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支持我们的电影，走进电影院去检验一下我们的电影。谢谢大家。你一定要每一句话都攻击我吗？